再确认一下，在今天，你刚刚到那个门口打灯的时候太长了。好，来。就你让你要进来握个手嘛。你也还是个人的晓得吧？那他从来没去过见。再说他。你现在是不是没有的要求？你要搞清楚。就是拿着俺的粉末进去进行测试啊。你应该搞一个穿白大褂的吧？嗯。好一点吧，你这实验室不？那个嗯。这实验室随便找个人握个手，好像不太好吧？